OK，呃，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来看我们这个 e o c o 就是我们知乎这个相关的一些主题啊。所以，那么呃，首先我们这个标题是知乎的 e to 之旅嘛，那么我们肯定是会给大家讲一些，就是我们知乎的一些落地过程中，然后我们做哪些事情啊。那么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知乎，我是知乎的核心架构开发工程师，然后我当前是知乎容器和微服务架构组，然后负责服务服务我们相关的一些。 一些事物啊，呃，那么我们首先呢，先聊一下就 e a s o 在知乎的一个落地的情况。我们目前是有数百个服务运行在 ECSO 之上，是有数万个容器接入了 ECSO。每日高峰期线上慢时集群内有数百万的一个级别的 RPS，然后我们整个监控指标的维度也高达这个百万级别之多啊，也是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规模还是呃还是属于就是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啊，前期一个阶段，大概我们大概有。 呃，四分之一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接入了我们这个 Istio、e、啊。那么，呃，我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会从四个方面去，呃，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内容啊，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一个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个迁移和落地的一个方案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迁移和落地的。另外就是我们平台建设和我们怎么去基于 s t 提供一些扩展能力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谈一下我们在集这些。 我们在线上的这样的一个集群规模下，我们做哪些性能上的优化？最后，我们重点讲一下，呃，我们这个限流的能力的一个建设啊。那我由我负责讲前三前面这个三个部分。那么我的同事谢楚瑜将会重点给大家展开我们限流方面的一个能力建设。嗯。那么，呃，关于迁移与落地方案，其实我我这儿副标题写了三个三个字儿嘛，就是可靠、稳定和快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对它的一个期望。 我们希望就是迁移过程过程中，整个服务是能够互通的，而且而这个功能的前后呢，也能够保证完整，最起码是完整无损的啊，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最基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定的有有四个满足的一个条件，首先是保证 m a h 内的服务和非 m a h 内的服务可以互相的去访问，另外保证功能迁移前后是没有缺失的。呃，紧紧接着我们其其实是期望就是说。 业务它在迁移过程中它没有感知啊，它可以做到不变更代码就可以迁移到迈上来，可能就是我们帮它做一个操作或者怎么样。那么最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能够快速回滚啊，快速回滚。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先可以看一下就是传统的微服务架构和我们现在的 Istio、e、这块的一个呃服务网格它的架构上的一些区别啊。那么对于传统的微服务架构来讲，我的调用方首先会到注册中心上。 去做一次服务发现，去做一次服务发现，然后呢，呃呃，对，呃，会做一次服务发现，发现到服务方的一个一个端点，然后紧接着呢，他会去访问这些端点啊，通过他自己的一些配置。那么在 Service m a n 这边呢，呃，它的整个过程是说，我可能是需要说，先去，首先我要解析我的 DNS，我有一个 Service Name，我有个 Service Host，我需要解析一下，拿到一个 Class IP，然后通过这个 Class IP 发送这个流量到。 我的这个服务方，这个时候流量会被边车所劫持啊，然后再由边车再传递给我的服务方。我的控制面呢，通过 x d s 等协议去实时下发一些啊，我这个整个发送过程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服务方的最终的那 point 等，等啊。那么它是一个基本流程。那么基于此呢，我们其实要分情况来讨论。首先我们要讨论就是，如果是非 Mesh 的服务来访问 Mesh 内的一个服务，该怎么去做呢？那么 原有项目使用服务发现来发现服务方的地址，我们其实做两步操作就可以了。第一步就是你的 m mTLS 的模式调节为这个 per permissive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它是兼容的，你你可以让呃加密的和非加密的流量都能够进入我这个 sidecar。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把原来的卖室内的这个服务依然注册到原有的注册中心上，那么这个时候卖室内的服务实际上。 和原来的方式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啊，它被访问这个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呃，另外一种就是说，原先没有使用服务发现的集群外流量怎么办呢？比如说大数据平台里面可能需要跑一些任务呀、啊，需要访问一些在线的服务啊，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东西向的一个 ingress gateway 啊，来去承接我们这个流量，然后让它指到这个服务呃服务方上啊，这是两种情况。那么还有第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 Mesh 内的服务访问其他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两种啊，有两种。第一种，第一种是说，呃，咱们这个 Mesh 服务没有修改过代码，那么它实际上是 SDK 里面的一个行为是是说什么呢？呃，就是我使用服务发现来去发现服务地址。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我修改过代码，我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 application，那么我可能用 Service Name 或者 Service Host 去。 访问你这个服务啊，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呃，它实际上是通过注册中心来访问的服务方，对吧？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呃，我们要我们要做的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就是呃，首先是啊，首先是麦室内如果访问麦室外的话，实际上跟原来是一致的，我们就不用管它啊，我们不用管它，因为你在麦室外，然后你确实是从注册中心拿数据，这个没没关系的，这个 OK。那么在 呃，他使用服务发现 SDK，同时他又想去访问呃同机区内的 Mesh 服务的话，他怎么怎么去做呢？我们在中间加了一个代理啊，加了一个代理。那么只要发现你想发现的这个服务，它在 Mesh 内，OK，我给你的就是一个 Class IP。那么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跟你去解析 Service Name 的过程实际上是类似的啊，最终转换成了 Mesh 的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呃流量的路径啊，流量路径。那么呃，我们还有。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 mesh 内的访问访问非 mesh 的服务，但是我我 mesh 内这个服务已经切换到新的 SDK 了，我可能走的是 service host 或者 service name，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呃，我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呃，在这个 a s e 上，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能力叫那个 service entry 啊 service entry，那么 service entry 它实际上就是做这件事，就是它可以把非 mesh 的一些节点的信息啊当成一个 service 注册到 e s u 上来。 那么这样也可以让 ECS 来管理这个流量啊。那么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有通过写一个同步的程序，从我们的注册中心上啊，把这些信息同步到我们的 API server 上啊。最终呢，实现了说我 m a t h 内访问非 m a h 服务，然后我也我也能通过 service 内 a 或者 service 后 o 去去访问啊。那么呃这个呃就是其实就是说，我通过 VS 把路由路由到我们的 service entry 上啊，然后这样的话，整个表现形式就是。 调用方它可以直接去连到我的服务方了，通过我的这个 service home，呃 service 的 host 啊，那么这样这是它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上面其实呃已经讨论了几乎所有的 mesh 和非 mesh 之间流量互通的一个情况，呃可以看出来，呃我们通过引入一个代理和一些做一些同步的工作，是可以完全做到说无损的让呃迁已经迁移到 mesh 和没有迁移到 mesh 上的一些服务，它们之间是可以互通的，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那么 实际上对 e e l 来讲，我们内部对它的一个认知，它有四大功能嘛。那么我们要现，我们现在要可能会要讲一下，就是说，呃，迁移前后的一些功能上的一些无损上的一些保证是怎么做的。首先是安全，安全又分为呃大的方面，我们可以是认为是身份认证啊、接口授权啊等等啊，包括加密等等。那么流量管理上，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会什么精确验证啊、沙箱联调啊，可观测性呢，就是追踪指标和日志。 那么对系统保护，常见的就是限流、熔断、断路等等啊，等等一系列，其实它的功能是比较全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这样的，就因为我们原来有是有一套自己的一个呃受认证的一个一个体系的啊，我们内部其实服务之间是有认证体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同步的程序注册中心上，我们去呃内置那些安全的一些策略，同步到我们的这个呃 ECS 的一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安全策略上。 实际上，实际上就可以让它去前后去保持一致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知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我们知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叫做那个沙箱联调啊，沙箱联调。那么，什么是沙箱联调呢？就是呃，我们会起个沙箱，那么在沙所有沙箱内，我们再去部署的这个服务的版本，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版本。那么，同一个沙箱内的这几个服，它们之间的流量是互通的。 它可能不不会跟沙箱外的一些服务，呃，去走这个流量啊。那么可能比如说在我这儿，比如说 A 和 B，它都是两种服，务，但是它在沙箱一和沙箱二之间，他们俩是不能通信，就是也就是沙箱一的这个 workload A 是没法访问到沙箱 B 的 workload B 的啊。那么这个是呃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这儿是怎么做呢？实际上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简单啊，是因为呃我们 istio、e、实际上是有有这个基于 label 去做呃路由的能力。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 v i r u a l service 上做一些这种呃配置，它就可以实现沙箱联调的这样一个能力的体现了啊。这是它服务流量管理上我们用的这这些东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讲就是系统保护上也有很多嘛，对吧？呃呃，熔断呀、啊、断路啊等等，实际上在 i s t i 上表现都非常好，但是限流上可能是一个缺陷啊，可能是目前还没有去呃特别好的一个途径去去去去去去去呃实现的。 那么这块工作呢，可能稍后由我的同事谢楚瑜来去，呃，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怎么在易 e 上去完善我们整个限流的一个体验啊。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呃，我们其实怎么去做平台建设和扩展能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个补丁系统，一个管理界面啊，来去体现我们的平台建设和扩展能力。那么呃，实际上我们认，首先我们认为就是说，Kubernetes 或者 Istio，、e、它实际上。 在微服务架构里面，它属于一个核心的引擎，它是一个 engine，它是一个汽车的发动机。那么你可能，呃，你外面要需要很多很多壳去去调用它啊，比如说我们的服服务配置系统，比如说我们混沌工程的一系统，比如说我们全链路压测的系统，比如说我们部署系统、精确部署等等，它可能都需要调用 ESO 相关的一些一些能力，才能完善去支撑它的这个整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啊，整个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 呃，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呃，一搜对象太复杂了。就是你看，呃，V S 这个对象让它管理了这个自动重试、C O R S 流量镜像、故障注入、动态路由，我 D R 对象管理的多版本连接池、垄断、负载均衡算法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功，一系列这些功能。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当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引擎来看的时候。 那么它一定是能够被多个系统同时去去访问的。那么，呃，那你既然同时去访问，你有可能就会导致就是，比如说我 A 系统先增加了一个配置，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我又下掉这个配置，那我 B 系统可能在中间我自己，呃，一，可能又往上添加一个配置，那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的问题，可能导致一些，比如说我在下配置的时候导致一些配置一致性的一些问题。那么。 这个就驱使我们说，哎，是不是要设计一套这样一个协同的机制，来去隔离多个系统对于同一个配置对象的一个修改的情况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呃就实现了一个东西叫 ESto Filter 啊，我们自己内部叫 ESto Filter，它的核心说，我能不能通过 Patch 的方式来去管理 ESto 啊？就是比如说我，比如说我这个呃。 混沌工程，我可能只管我故障注入的部分，那那部分配置啊，别的我就不管了，我只管创建 patch 啊。你给我一套系统，你去帮我管理这些 patch 的装载和卸载啊，别的我不管啊。那么，呃，那么我们这套系统就叫 install、e、filter。那么我们是多个 patch 对象会按照规则依次的应用到这个原始的 vs 上，产生新的 vs 的一个配置内容。那么当 install、e、filter 被删除的时候，会基于 vs 会重新应用所有的一、e、些 filter，也就是说。 你的装载跟卸载，你实际上都是都是可预测的，然后呃都是隔离的，都是协同的。那么它实际上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是基于这个 e s t o Filter 来去呃是做出来我们这样一个管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平台啊、呃。我们的功能实际上还是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几乎 e s t o 上所有的功能我们都在呃我们都在这个我们的管理平台上都去实现了。呃，甚至说由于 e s t o Filter 的 这个优优良的设计，就是我们在键上的所有操作，呃，其实都对应到一个 i、e、s t o Filter 的一个修改啊。比如说我我要做流量镜像，可能我就是一个流量镜像相关的一个 Patch。那么我提交这个 Patch 之后，是 i、e、s t o Filter 这个系统来自动帮我把它把这个 Patch 应用上去的，apply 上去的啊。那么实际上对于我前端的一个构建来说，它也更加的方便，因为对他来讲，它不需要管理复杂的状态了吧？因为它状态其实转移到 i、e、s t o Filter 上去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管理平台的一个建设，可以看出来，就是，呃，我们通过管理平台，也让非常多的这种业务工程师，他们自己就能做自己的 devops，他们就自己就能自己去，呃，管理自己的应用，管理自己的服务的一些配置。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呃，就不太需要去帮助他们去配置那些压模文件了啊。这些，这些是我们做到的一个能力，就是，实际上对我们之后的业务工程师来讲，他并不知道 i s u e 那些对象是怎么去配的，但是他可以通过我我们的界面去。 很好的去管理我们 ESO 上的各种功能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集群性能的一个优化是怎么做的啊。我们分为外部优化和内部优化两块儿。首先第一步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kernel 上 IPVS 它有这样的一个模块儿，然后它这个模块儿它会导致你软中断时间比较长，最终导致你比如说我的一个 package 可能到了 kernel 两百毫秒之内，两百毫秒之后才给我处理。 它会导致你的网络延迟非常高。然后我这儿呃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l e a v e patch，然后我们呃可以去用 l e a v e patch 来去关闭这部分功能啊。呃，实际上 kernel 这方这部分还是比较友好，就是你可以通过 l e a v e patch 方式动态的去断路的这个这个函数。那么另外一块就是 DNS 的优化，就是如果我们说直接把 i s o 或 Kubernetes 放在生产上，呃，可能性能会损耗比较大，因为会有 DNS 的问题，因为 DNS 如果你跨节点的话非常非常的慢，所以我们期望就是说。 一定要开 smart DNS 跟 Kubernetes 的 No Local DNS c a t c h 来去尽可能去帮你缓存这些 DNS，那么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响应时间啊。那么另外就是你的 c o b e n s 也需要做一些 tuning 啊，做一些 tuning、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指标上，因为我们指标维度比较大，每天就产生新的指标维度比较多、啊，就是数数以百万计嘛。那么所以实际上我们呃在指标上，我们实际上呃用的 VM 来做我们的存储嘛。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划分了。 短期存储跟长期存储，就短期存储可能你们是完整的所有的信息啊，那么长期存储存的是我们所有聚合后的一些指标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些聚合后的可以供我们监控、报警或者其他一些系统来使用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在指标优化上做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维度上，就是呃，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呃，黑 Histogram 这样的一个类型，它其实消耗非常多的指标维度，因为它会生成非常非常多的 Bucket，呃。 就是它的指标类型决定的嘛，那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去裁剪，我们需要去裁剪。比如说这个客户端不断迭代版本的时候，服务端的 s e l e c a r 指标记录指标可能会一直留存旧版本客户端相关的一些指标信息，这可能会造成很多资源浪费。那么，比如说我可以通过 telemetry API 或者怎么样去裁剪我们的一个指标维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化，是一定要做的啊。那么最后我们来呃，很快速讲一下我们的按需加载啊。我们按需加载实际上是它基于 s e l e c a r 这样一个。 C R D 对象来实现的，它可以规定说我 Egress 有哪些依赖。然后实际上，呃，我的这个，呃，我的整整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有三步走。第一步是我们分析现存的这些数据，拿到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服务有哪些依赖关系啊。这个时候我们先拿到一个基础数据。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通过在服务发现的这个过程中去帮他做兜底，就是服务发现过程中，我发现你要发现哪些服务的话，我把你这个信息维护到 s 的 d e c a r 里面。然后第三步的话。 就是我们告诉业务方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管理界面提前配置好你服务的依赖啊，实际上就是三步走，大概三步走的一个策略来实现说我们内部的一个按需加来减缓我们 c d e r 的一个资源消耗啊。那么剩下的话可能是一些基础参数上的优化，比如说这个 XDS 可能会遇到就是说我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不断断开啊，那你可以去配置 Pilot 的 XDS and Timeout 等等这些环境变量。那么减少推送量的话，你可以去配置相关的一些环境变量。那么其实更多内容实际上我们。 呃，知乎其实对外有一个专栏的一个文章来再去记录，我们可以去用专栏文章上得到更多详细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呃，我们把时间呃交给我的我的同事楚瑜同学啊。嗯、呃，大家好，啊、呃，我是谢楚瑜，嗯、呃，我也是和唐人样式知乎的这个核心架构开发工程师，目前也主要是负责这个呃知乎服务网的相关的一些事宜。 啊、呃，我的这个分享的话，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乎在于这一个限流方面，啊、呃，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动作。啊、呃，首先从需求方面出发的话，啊、呃，我们知乎当前是内部主要是以 HTTP 和 Thrift t h r i 的 over HTTP，还有 gRPC 三种嗯 RPC 啊三种协议为主。啊、呃，然后呢，我们对于限流通常来说是需要在 RPC 方面啊、呃，能够精确到函数范围一的限流。 然后呢，对于 HTTP 的话，就需要能够根据正则去适配路径啊，根据正则去限制 UI 某些 UI 的 UA 的限流啊，这样各种杂七杂八的限流。然后还有能进入我们目前的一个嗯 HA 的一个体系，支持能够呃对外部流量进行限流，呃就是针对以上的这一些。 嗯，需求的话，我们最后总结出来了。我们知乎其实对于限流的一个需求是在于能够根据这一个呃 HTTP header 去进行流量的匹配，那么一个呃过程。嗯，然后对于，然后我们就对 e c u 类呃目前已有的一些限流机制去做了一些这一的调研，然后啊、呃、发现这 e c u 它限流其实是从从限流的方向来说，主要是分为两种，分别是客户端限流和服务端限流。 呃，客户端限流的，你的主要的好处就是在于它限流这部分产生的开销的话呢，其实是由客户端去承担的。然后呢，嗯，被客户端限流拒绝掉的那些流量的话，它其实是完全不会占落呃占用这个啊网络带宽的开销的。嗯，但它缺点就在于啊、呃，它要求客户端也需要在 m e s h 上，这对于我们这一种正在啊、呃、逐步迁移到 m e s h 环境的这种场景来说的话，其实来说还是局限性比较大的。啊、呃，所以是说我们就。 会比较多去使用服务端限流，服务端限流的好处就在于，它只要是服务端在 match 上面的话，它就可以完全发挥它的一个效果，啊、呃，同时这个服务端限流在修改配置的时候，它不会去修改到啊、呃、下发到其他服务上的这个配置，它可以确保它类的影响范围会尽可能小，呃，但这样子的话，也就是有的问题就在于对于某一些公众服务来说，啊、呃，这个限流产生的这一个额外的开销，它其实是不能忽视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嗯。 然后呢 e c s 它的限流的实现的话，主要是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 Rate Limiter 去做这一个嗯限流这一个判判定，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本地限流。啊、呃，首先来讲一下这 Rate Limit Server。Rate Limit Server 的话，它其实是啊、呃、在 e、er、c s 的 Listener 的 HCM 它识别出这一个需要限流的流量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一个啊、呃、这个、识别出流量规则所对应的描述符。 啊，发送到 Redis Server 的去进行一次判断，然后 Redis Server 如果说是啊、呃、不允许这次流量通过的话，那么呃在这个 HCM 里面就会把这一次流量给它呃把这次请求大家取消掉。然后对于 h d p 来说的话，它会返回一个429的一个响应码。然后对于 gRPC 来说的话，它会返回一个14 u n v a l u a b l e 啊、呃，这些都是配置的。然后 RLS 的话，目前呃社区的一个实现的话是通过 Redis 去进行的一个限流。 呃，就是它会把每一组这一个规则都去生成 Redis 上的一个 T，然后呢，嗯、呃，通过这一个 Redis 在不同的这一个 R O S 的实例间去共享这一个呃 T 的这一个使用的情况。这种方式它可以确保这一个限流的这一个阈值它非常的精确，然后呢，啊、呃，它的精度非常高，但是它它产生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开销其实是非常大的，啊、呃，然后啊不对，它它的延时的增长是非常的大的，然后呢，嗯，它的那一个什么？ 啊，限流的那一个吞吐量其实也是受制于我们后端的 Redis 这个来啊制制约的。然后基于此的话，我们就是后面又想出了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内存直接直接把那一个规则啊分到各的,的实力上面去进行限流。这样子的话，它的性能是得到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啊，它相当于相比于我们前一种的话，几乎有了十倍的一个吞吐的一个提升。 啊，呃、但这种方式的话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它把每一个 RLS 一的实力都变成一个有状态的一个服务，啊，这样的话会导致当我们 RLS 实力数在波动的时候，这个限流效果会变得有一些不稳定。这对于某一些他们对于限流精度要求特别高的一些服务来说，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然后，嗯，在面对以上问题的话，我们最后又和金山又合研了一套基于预分配 t o t e、um、n 的方式，就是结合了呃 r e d i s 和这一个内存。 啊，呃、分片来实现的一套 R O S 的这一个服务啊、呃，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在性能消耗不大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确保这一个请求量它永远不会超过限流的阈值。然后呢，在嗯每一个那一的 Redis 实力都会提前先去向啊，不每一个 R O S 实力都会提前向 Redis 去啊、呃、申请呃一组那一的 t o t e n 然后在它的 t o t e n 如果消耗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这一个请求转发到别的这个 R O S 实力上面。 来确保这一个啊、呃、单位时间内的这一个令牌不会啊、呃、出现浪费的一个情况，呃，然后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RLS 的一些这一个呃探索，然后呃除了 RLS 以外的话，呃，以、e、此还支持本地限流，本地限流它一个好处就是在于它是呃直接就是在那里的嗯。 因为本地通过自己来的令牌桶去进行一个限流的，这种方式是最为快速、最为可靠，它性能非常的高。然后它的那一个限流、一个总阈值也可以随着这个容器的扩容而增长。呃，但这种方式就会导致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限流是想要不是要保护服务本身，而是要保护下游服务。而这这种方式它是没办法保护下游服务的，因为它的总流量也会随着这个容器的扩容而增长。所以这种限流方式的话，主要是用来保护某一些流呃。 应用业务进程，它是自己就需要保护的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呃，有一些服务，它其实是，呃，请求量到达一定级别，它可能就直接 OOM 了，或者说就 hang 住了，永远不会恢复了，这些情况，它会需要一个本地限流的一个保护。嗯，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对于这个呃限流这种实现都做了一个小小结，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先跳过吧，后面应该会分享出来。嗯，然后在 ES 有中。 在 e c 6中，我们这一个，嗯，限流的话，它是，它是需要在数据平面的 Envoy 上面去进行一个配置的。呃，首先呢，它是需要你在 Listener 上面去加入一个，呃，在 Listener HCM 的这个 Filter 配置里面去加入一个 r a d l i m i t e 的 Filter。呃，然后呢，这个 Filter 的话，它是里面可能会去填一些 RLS 的配置啊，或者说是 Load Limit 的一个配置。啊、呃，然后呢，它还需要你在那一个 Router 的就是。 Router virtual h o s t 上面去配置一个 rate limit 的字段，这个字段里面就配置啊、呃、不同的这个限流的匹配规则，以及需要把它发送到哪一个阶段的这一个嗯 rate limit filter 这个呃配置上。就比如说，它可以选择发到 R 某个 R S 或者某一个 n o t o l limit 这个设置上。嗯，然后呢，我们就是呃，我们知乎最后就是在实践中选择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先在全局命名空间，就、e、a s t i o System 下面，通过这一的啊 Envoy、呃、Filter 去啊、呃、配置上这一的前面所说的这 Listener 上的这一个配置。我们将我们这的类的 RLS 的一些配置都直接提前下发到了所有的这一个容器类。这样做的话，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我们就是统一的去管理我们 RLS 的这种配置啊、呃。然后呢，嗯。 我们又开发了一套这个 CRD，它能够去生成我们的这所需要的这些 router 的配置，然后以及 RLS 它需要的一些配置。然后这里的 CRD 的话，它是嗯支持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就比如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我们需求里面是需要针对 HTTP 的 header 去进行一个匹配的。然后我们这里就啊、呃、支持能够通过这里的严格匹配啊、呃正则匹配啊以及包含匹配这种方式去匹配我们的 header，然后包括 m e s h o o d 啊这些都可以做到。 然后呢，呃，可以，它可以在上面去写这限流方向、啊、是否是本地限流，限流域值，这个限流的单位时间啊，这样杂七杂八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配置。配置完成以后呢，它就会在呃对应的这一的命名空间去生成这个 i n v o e filter，然后以及在我们的如果是说它是的嗯 r s 的一限流的话，它就会在 r s 上面去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配置。 嗯、呃，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是在啊、呃，因为因为一类的什么意思？有它本身它是把指标给它都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呃比较啊少、呃、少的一个范围内的，所以就是说这限流指标其实默认是不动不开不开放出来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在 I O P 的这一个 m e s h config 面去加入一些配置，这样子的话就是在我们业务容器重启之后，它重新加载的配置以后，它就可以把这个限流相关一些指标暴露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呃，它限流发送了多少请求，有多少通过，有多少失败，然后又有多少是不通过的。然后配置在面板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啊、呃，限流请求占它流量整个比例啊多少，然后啊、呃，这个速率是多少。嗯，然后这就是我们之后在于这一个限流方面一些这个实践以及落地。然后我们我和唐阳的一个整个一个分享大概也就到这儿了。然后后面，嗯、呃。 can everything